族歌谣出现在中山捷运站旁的新中山现行公园，为原民会、台北捷运跟台东县政府举办的立马原游会解开序幕。这次主题的立马是南岛语的共通词汇，代表数字五。而原民会透过立马品牌推广原住民族文化及产品，也借由这次活动增加原民业者的销售管道。我们也希望原住民的各项产业以这个立马为它的一个商标，它的特色，那推展这个文化的推动。那在这里我们带了一些不同族群，像阿美、布农、排湾族的不同的部落饮食，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饮食来更了解台东。现场集结将近60位原住民品牌业者，有文创工艺、部落旅游及小农餐饮，展现原民产业的多元性。跟着台东县政府一起来台北做宣传，让大家知道我们台东都兰部落也有在地的阿美族传统酒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有一些行销跟曝光的效益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以原住民的故事为基础，然后做了一些商品，那我们是希望借由商品去推动原住民的一个文化。活动从14号开始，一连三天热闹登场，不仅让民众在台北也能感受原乡魅力，也让原民业者在都市创造更多商机。原行文龙帮协虎台北市采访报道。